这样配不公平啊！大哥，好，比赛。你小力一点啊，拜托啦。被电就被电给吃掉了。还有甲组教练，真的，他们是头一天。
请客，有啲人哋啲嘢大哥排花你点做得得？佢停咗我后面啦。另外一个朋友，
那个不像我那个那个节目，那个不一样，因为他是跳伞那个球速，从二楼打下，就是我跟你讲说那个台大教练，那个球是这样，但是球一死你知道吗？那什么？你身体要这样，这样，那么大的，那个毛炸开，这边，这边，你只能这样这样子，对，在这个地方推。而且你要站很近啊，嗯，而且那么大嘛，你站近怎么？也是啊，所以那个是那学弟还是还是谁啊？那个男生学弟，他学弟，嗯，我是他学弟，也是最年轻的，对啊，就是从小，对啊，整体的，整体的。